这场比赛也是2017年今年的第一场赛事，然后刚开始的第一年就一开始第一个礼拜就这么累，对啊，是全国锦标赛，然后代表国家参加亚锦赛，对，然后这个场地也特别的累啊，然后大家都知道，有骑过的都知道，有三道墙壁，对，然后那个除了陡之外，重点就是土非常的松散这样，然后加上气温非常的高这样。所以骑起来每一圈体力一直在消耗消耗消耗，然后自己的配速非常的重要这样子，可以，这是非常硬的一场赛事。然后明天我还有一场下坡赛，所以今天下午就是好好休息，恢复一下，准备明天的赛事这样。